时间了，小朋友可以想，你们想不想来前面摇滚区？然后我们让你有一点时间准备一下。哎呦，小朋友们好嗨哟！稍微后退，不要太靠近他了。嗨，谢谢你，好可爱。爸爸妈妈们今天都带小朋友来看摸摸，对不对？你要来看谁？真的，来，我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来简单讲一下丰原接下来的一系列的活动呢，大家可以把它笔记起来，然后带小朋友一起来参加，包括了九月一号南村里客家饮食文化暨客语推广的活动，在南村里的活动中心。9月7号则是在大南里客家花布艺术推广音乐会，也是在我们大南里的活动中心。那么9月14号、15号，就是刚刚区长在致辞的时候特别提到我们台中市的彩舞祭的活动。那这个彩舞嘉年华的活动呢，是在慈济宫一直到中正路这一段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有空一起来凑热闹，我觉得彩舞祭是非常棒的一个活动。另外9月21号，小倩也会主持好我们的欢乐节庆音乐会，这个叫做秋月风潮响金曲，有知名的歌手来现场演出，这会在我们丰原的正清宫广场，所以这是9月21号，大家都把日子记下来，到时候一起来看表演。还有9月28号，我们的泰西咖啡音乐会在丰原大道3楼，我常常经过哈，常常在那里，这个我们武德宫旁边就会举办我们的汉西咖啡音乐会的活动。最后呢，9月29号爵士音乐节，我们也会有丰原的巡演，就是爵士音乐节在我们丰原太平洋百货这边来登场。有没有发现整个9月份丰原非常的热闹，几乎是周周有活动。大家可以搜寻台中市丰原区公所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啊，就可以追踪我们所有的讯息。好，各位大朋友小朋友，你们想看谁？想看某某还有谁？什么姐姐？哇，你们的声音都好大声哦，有没有很期待他们出现？那你们要谢谢谁带你来？妈妈爸爸，对不对？然后谢谢我们丰原区帮我们举办这么棒的活动，我们一起谢谢丰原区公所好不好？1、2、3，谢谢丰原区公所。感觉不够大声呢，准备好了吗？哇！掌声欢迎小红梅姐姐还有默默。Hello， 谢谢主持人姐姐。哇，现场好多小朋友跟大朋友哦。我先来问真好。Hello， 我是默默姐姐吗？我是默默亲子台的小红梅姐姐。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待会呢，如果声音很大的小朋友，我就把我的专属贴纸送给他哦。准备喽！各位现场的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大家好！哇，我听到尖叫很好听，谢谢你们，声音先保留。好，我是某某亲子台的什么姐姐？怎么听到声音？我是谁？换这边，我是谁？很好，今天呢非常开心的来到丰原区公所，要来跟大家一起唱歌跳舞。我先来考考大家哦，你们知道今天呢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位大明星来到现场，是谁吗？是谁？一起讲好不好？1、2、3，哇，再次1、2、3。声音非常大，先来送给你小礼物。好，换这边的小朋友，后面的爸爸妈妈，我跟你们说，待会呢有很厉害的礼物可以帮你们的宝贝一起抢礼物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小朋友，你们知道今天呢，小红梅姐姐跟默默来这边要干嘛？唱唱跳跳，没错。那我们就先来教一下魔法口诀，好不好？待会呢，小红梅姐姐说咻咻，你们就帮我蹦。
习一次哦，因为我们要放烟火，准备了，咻咻，咻咻，哇，很棒！如果呢，待会小朋友声音非常大声，跳得非常的好的话，我就把我手上的三折本送给他，好不好？哇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好，那小朋友呢，先帮我往后退，因为我需要看到你们唱歌跳舞的样子。小翅膀打开。我跟你们说，我都看得到哦，好不好？后面的爸爸妈妈我也看得到哦，声音记得借给我。好，我不推来推去，大家保持安全距离。好，再练习一次哦，咻咻，咻咻。好，那你手要借给我，咻咻，咻咻。很好，那待会呢，某某要出来之前啊，我们要欢迎他。所以呢，魔法棒借给我，比个一。待会小红梅姐姐说某某某某，你们就帮我说快出来，准备喽，某某某某，再一次某某某某，哎，我们来看一下某某出来了吗？哎，跟某某说你好，一二三。哇，某某有没有听到丰原的小朋友的声音非常大声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我们今天的舞台也非常的大，非常谢谢呢丰原区公所给我们那么棒的舞台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们准备好要来跳第一首歌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的话，手手举高高，比个舞，一起大声的倒数。有表演，双手往下，好，来跳起来，美不美天空的挥挥手，就算下雨天下雪天也要去玩。好，准备好吗？好，准备拿着你的吉他。对不对？